drop it.28岁，年纪轻轻，我的月薪已经拿到了1500，有的时候加上奖金呢，能拿到1800左右。我感觉我的人生呢已经到达了巅峰，现在根本不敢谈男朋友，怕人家图我的钱。想你多想变成你心中唯一的 hero。 你说内衣外穿，你说性格太装，只喜欢内心纯洁的人。原来吧，我是隔壁的泰山，抓住爱情的土味，听我说。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嗯。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？女孩子啊。那你有对象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有对象吗？上一句。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？男的。你便是个小帅啊。别笑别笑别笑，你一笑我就垮掉，心扑通扑通乱跳。小哥也要么温柔，还会单手投球，那你会不会摸摸头摸摸头摸摸头？哥哥哥哥摸一下，哥哥哥哥就一下，哥哥哥哥就摸一下，来吗来吗？小姐姐小姐姐，嗯，请问你们在干嘛？跳舞啊。可是没音乐很尬哎，来我给你们放音乐吧。好。Baby 抱紧，你根本抱得不紧，想给你买个 Gucci， 去飞过乌鲁木齐。Baby 放松呼吸，爱上一个要。来自台北的 Mary， 谁？来自台北的 Mary， 说实话，来自东北的玛丽。春天的风刚头吹来，夏天的雨。